可能在每一年每一年的成长当中，我们看到所有的议题都有关注的焦点，其实都在转变，每个人的关注点也许真的不一样。那我相信很多人他同样是关心着我们居住的环境。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，包含我们选用的物品，我们选择的食物等等等，其实每一个选择都会对我们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价值就是不要浪费，这包含大家很熟的三 R： Reduce、Reuse、Recycle。新时代的人都把音乐做得很好，然后整个大环境也不断地在倡议更多更多的环保意义。我们的确面临到环境保护的不足，有很多很危机的事情在发生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，不只是音乐人。